盘点那些猝不及防的搞笑瞬间。 No 一，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我们云南本人第一次来的台风，哎，来台风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出来玩，万一有人就像刚刚我跟你们说的，哎哎，刚刚飞了，万一飞了是小问题，如果是大问题的话，我们整个人都会炸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一下，我们才找了野蜂子，这个是野蜂蜜，最经典的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这里一定有蜜。No 三，姐，哦来了，坐吧。看电影呢？对，这电影很好看，很搞笑的。还行吧。嗯。那个姐。天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那行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啊、快跑！回家吧。哦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先回去了。行，那明天早点过来啊。啊，好。那行，明天一定要准时到啊。好。周四，来来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哎哎哎，好，好，不错不错。你可真，我你这腿我。那五啥玩意儿啊？三神，真假的？真的。你给我一个吧。啊，你给我一个。给你。啊！拜拜。老六，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那我老丈人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老七，都一个多小时了，每次都这么长时间。嗯。怎么了？时间长怎么？时间长你就是对我的不尊重。那你时间短是为了尊重我吗？为了尊重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八，今天非常开心啊！我俩去给我兄弟搬家。搬家。走。翻了。翻了咋翻？不知道啊，咋翻的？啊，翻了。那开车不能慢点开呀，拐弯拐，让你拐。幺九，哎妈，今天跟咱们一起吃饭这几个小姑娘，有一个是你未来儿媳妇。你个穿粉色衣服那个？哎呦我天哪，妈，你真的神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三个小姑娘中，我最翻的就是她。哎呦我的妈！幺一零。没了，没了。